再一次，你的那个气音太多，最主要是为什么说气音太多？大鼓在发音的时候，它是以前面而已，它并不用，不需要这样子，不需要，哦，不用这样子。你要练到你 B bus， 虽然说 B bus 练到最后会需要用到肺的这种东西，好，它需要用到肺，可是现在的我们练的基础功比较不需要。